等一下拉开，不跟他平A的距离，你要把控好这个距离，少吃一下平A。直接苍蝇，等下艾克来抓我，你醒了，挡机了，打一下 AW 变形，再打一下 ，OK。 他没有多兰盾不好回血，可以吃药了，太灵了。他回家了吗？不至于吧？他这个状态回家他买不了装备了，他上级了。 打一下，来他 ，OK， 他击了，死，笨蛋，艾克来了，他来收人头了，没用。 非要来惹我是吗 ？EKK 哦，主动消耗一定可以，死不掉，下子弹，摸我一下，漂亮，这个线可以吃，艾克没闪现，来了我们升6级他也杀不掉我，可以吃。 不要调皮了，走，嗯，溜了，不管他，没事，死不掉，来走，看得出来他很有杀心啊，我只是这个打他都要这样对我输出，他异我了，直接喂鱼，走了。 起来，起来，死！他没闪现的，我们死不了。没事，瞎子来了。踢我，踩他，拉开距离，摸我兄弟，摸不了我，他的摸被打断了吗？踢我，艾克，你闪我，艾克，走了。 这波我们的鱼人一身能打到下的 W 的，有这个 bug， 没办法，走了。你这怎么赢啊？这多少人都不吃 ADC， 嗯，我要报仇。 还有大，嗯，小心一点，抓他，他被减速了，所以我们这个E不需要交E闪，小心艾克，来了，摸一下。 不行，兄弟，我跟你上的话，我可能很危险。这个阿三，我主要是没技能了。哎，不亏吧？我觉得。下路我要去杀了，我来了。 有眼吗？这边有眼。
回答了 A， 你选择三方甘娜吧。 别乱点，我知道他绕回去了，兄弟，他妈的发信号害我是吧，小猫？哎，服了，服了，直接挂点蓝吧。 凯旋救命！一闪我，一推的爆闪现，幼稚。OK。 主盾，一起来抓他，哎，杀不了，哎，Q，哎，再一下四，哇，这个彗星太厉害了，这个彗星给我砸死了，这就是命运吗？中，他没杀漏的，秒，不急，拉一下，一起来，他要放大吗？ 太难，秒！该杀的走大，这个杀的走大必须要夺的，不然被艾克炸死。可恶、啊！他 Q 一起来 ，W Q 拉头闪现凯旋，一起来，上来 Q 拉一下，别急，一起来 ，W Q 带头 Q 拉一下，再大回来，拖死 ，OK。 还来妈妈哈，这 W A 一下，先一走，别急，还没空枪了，拿他，拿到活子了，没人 Q 活子，被 W 了，一起来，开始，各位躲 Q， 各位 接 Q， 我操，他的 Q 很准。
回家了。哇，这里敢下来的，我原来是投降了。